你要用剑指甲，或用刀子也可以，都可以哦。刀子就这样嘛哦，刀子这样子，因为刀子是护身火星哦，然后就面对他，他气压他气，临阴斗则皆正列在前，丁未成天心加上刀干哦，刀干共啊轰，这个就是加持啊、哦。那因为有些你的客户，你会点来恐怖，点来我点来恐怖的，你的客户你就不可能叫他回去这样自己做，所以我都会叫他自己写，就是这个颜色大小就是这样，然后自己去买纸自己写，哦，自己写就有他的灵动力在，力量才会大，哦，力量才会大，记住哦，这样力量，这样力量才会大哦，像。然后什么投票啊，什么什么亏了一大堆，可能会造反。
你长得要跑路应该就多了哈。你也休息过来，应该没问题。所以我们直接就看到他对面就是他正当面对，记住这一点哦。还有，因为他是又问到钱嘛，钱就直接可以看到天盘干这个钱出现问题，有没有？天盘干这个钱出现问题，而且是很大的钱，多雕钱。为什么是多雕钱？因为在前宫，又是直钱为天哦，记住哦，安哪要人借钱，比如讲。老师，我想救急，还是讲要募款？啊，为什么都募不到？当然，用神功如果物刚好是在用神功，或是时干功刚好是在乾功哦，那表示他借的钱是大的，数量是大的，多雕钱。那刚好又是在乾功，又是知府，啊，又是物在这边又空嘛，那不仅门破，这功里面请出来就不好了。那当然，我们就是依盘来跟他做化解。哎，那过去一个干嘛做司法哟？他会去找问题，我们老师就要帮他找问题。你只要看到有红色字的，这个叫门破或是吉星，哦，这个就是要拆呀哈。我们软体都有资料，所以我这软体，我这网上的软体用的呀。但是我都会再跟他讲啊，这是细节。这叫死的。好，你看东方是不是有个开门？啊，开门，你去打完底做的这些东西，但是我都会叫他，哎，你录音哦，然后我跟你讲，不止这些东西而已，你还要再额外的，哦，这个才叫基本。你去干看这一年，安尼个，我是别的了。你要再跟他讲，这跟开门门破，然后什么状况，然后跟他讲，开门门破有可能你那边门是出入的门。或是有窗户，派呀，还是 KK 啊，发出声响，那个就要修理好，不是给你拆掉，不是讲给你大门底下卖开。像我在两年前，那个时候要招生，然后开了两次盘，两次盘都是开了门破，两次盘都开了门破。第一次我先去处理我的三楼，我三楼。就是我跟我太太的房间了，我困住简单啊，我跟你讲单关系啊，我完了落地窗的门就是啊，所以刮风扇的，我天关系啊，就好像音乐一样听习惯二十几年了。但是因为开门门后，我就把那个门怎样用那个双面胶或者双面胶修大了两年，哎，现在都没有声音了，已经两年都没有声音了，给我困了。但是第二次开又是开门破，哎，奇怪！他们开门破，我的想往一楼门也古啊，也是二十几年，85年盖好的哈。那两年前啊，也是二十几年，生弄古，可是要换一口，要四口，加上上面要7万多，啊，不要我就给我们朋友帮忙喷彩，用喷的1万多而已嘛，就把它修理好，哎，这样就好，然后以后开门就不会再看到开门破。这个就是说，有可能你那边的出入口出现问题，一定要去做修理。你是讲你给该门哦，或者不理当，我们到解散用当，你是给你门开板不要哦，不一定要这样，就是那边有问题要修理它。还有一点，假设这边有窗户哈，这边有窗户，窗户就是卯时的时候尽量不要开，开门后就是叫你那个时间不要开。卯时是什么时间？就是早上5点到7点。尽量不要看，意思就是这样，意思就是这样，要记得，就这个时间尽量不要去看，不要去开它。所以一个盘就从一个一个然后去做处理，有什么有吉祥或门破，一定要去做拆除的动作，然后再写字。这个我都叫他自己写，叫他自己写，用写字的。那其实开盘出来看到这么严重，其实很正常啊，因为他既然出现那么多事情了，一定可以循线运出找出他到底是什么状况的原因哦。所以他面测是问测什么？来面测问测运势跟财运，但是我都不是先开奇门盘哦，我一定都不是先开奇门盘，我都是先看八字一来啊。背后我要想要看背后，我看你这么有经验，我还是有
绝对都是先看八字，不是先看基本盘。哦，当然即摆有势都无好啊！你讲你要报告的，因为中间那是无好运的代志嘛。那如果他的运势还开始在左边的话，我来讲你再出劲，你来报，很快，真的很快啊！所以讲我都要先看八字嘛，然后跟他讲了八字差不多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候，然后再来问讲你有什么动作，代志在问。在公司里的原委，我可能听盘好无？其实来我遐拢是要听盘，拢人介绍来，拢一个介绍一个，都是要开盘的。我即摆拢无啥想要处理嘛，不想处理就在家里对吧？你就回去自己处理，自己处理，都会有作用的。当你运路啊无好的时阵，它作用力会慢慢好，不能一次到位哦。在公司咧看你。挂两天啊！你看医生啊，看医生我可能一开头吃药就好了吼。啊，慢慢啊，爱保养，慢慢啊，保养慢慢吼，慢慢来。啊，中医问谁啊？吼，比如说那八字，现在运势真的很不错。像之前我们刚开课的时候，有一个400多万年薪，他要转到别间公司，剩下200多万，啊，猛工赚后头吼，我是先看那八字，我被你做后看完，啊，我平常按着断一断贵体，哎呦。就是这样子，那就没问题的哈。那没问题，他要问换工作好不好？可是我感觉我那个什么，像这个要换工作好不好？是不是急？新房那边？上面。这边，那什么是木？所以讲，半斤八两差不多，好不好？没有比较好。那对面这边也是很差哈，就是白虎餐馆。但是我有看到面相哦，我讲你，他这个阴宅可能有稍微有问题哦。我看一下日夜小家公，哦，卡班哦，黑黑的，很明显的黑黑的，比其他地方还好。哎呦，讲我主观阿公当时捡的尔，这种刚稳头开始卖。开盘刚好开盘，每次看到这个意象哦，你看。这个阴面里面，那己就是什么？己就是浮木里面看到骨头，这叫做己家星。啊，当然，一切盘不是蒙黑啊，当然一切盘是蒙谁在问？如果这个牌是问阳宅吉凶或阴宅吉凶，那就是啊，就是了。但是因为我已经看到面相有那种骚扰的状况，所以这些应该有稍微有点影响啊。爱公，你那行。丁丁回来注意嘛，我都人家讲你爸讲你亲妹太多了，真的没办法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是看盘哦，看盘。你看他自己是在这个宫位没问题嘛，好，那年干宫是在巽宫，那月干宫是在癸，是在正宫，都是克他的。另外一个，几乎现在的状况是很差，我们以后开个盘，你都要自己看看他们有没有来生你。生你至少你的能量还在，还有，不会那么弱。那现在不是哦，现在是他们全部都来克你哦，而且是带着病来克你哦。我们这个牛掰哦，那个我也一说的时阵，都阿问讲老师啊，我本地想讲在更上一层楼。安尼看可能无效，讲嘿，叫你来啊，无效。他们更上一层楼就是要选那个艺人嘛，类似的，讲无效对，要看伊看的无效。所以先看他的八字盘，然后再看他，再开奇门盘，然后帮他做处理哦。这个方法是我常在做的哦，除非是他本来就是在线上。或是说他不是来我这边，不是来我家，阿德临时那个我不会哈，那就马上跟他开盘，比较急的啦，就马上开盘。啊，刚刚说，陈老师公开买五千几台嘛？我买五千几台，我是台湾人。五千台是公里。我买五千几台。然后卖4000多台。对啊，不是赚4000多万，不然。没那么贵啦。没那么多了。好，那我
这边有几张单子发给各位老师吗？再把这些档案传上我们群组啊。你要把它储存起来哦。我发那张单子，然后你再配合。相信你在书谱练作这一方面一定会更加得心应手。那张纸张都是99%都是伊恩老师打的。你现在拿到了这一张。那现在我本来用的包括我传给各位老师，因为我们在前我拿到这个福利，拿这个福利的时候，老师在问嘛，他这个都画好了呢，老师，那个林老师，你说这个都画好了呢，这个叫方便。像我之前我都是自己画，像我那本书有一些福利嘛，那个是方便。那本书是不是有一个募款的，上面很多福利，因为那个是紧急的，所以那个都是方便符。方便符就有它的效用哦，但是你要去吹奏，那力量才会显现出来，力量才会大。那我又盖白印了，在第几页？应该在后面。460页那边。应该没那么后面，423，423，423页，好，423页，有没有看到？我桌上是很多福利，还挺完整哦。在我家刚刚处理，那个都是方便，方便，都是方便。好，那我们先知道原理哦，这个是死的，但是我们要活用，记得哦。也就是说，你在任何时间你都可以舒服的工作，是没问题的、哦。当然，你比赛打比赛，你酒后、事后或是很生气、心情很烦的时候，当然就不是了。那最好的时间哦，像以前我们十几年在学的时候，我真的都是到太子锅子时上面舒服的工作，我像醒了、猪醒了闹钟，我还准备真正醒来做笔记呢。最早其实是这样子。那这段时间的天地灵气最强，阴阳互换，所以化符的力量最大。但是你只要化久了哈，用机会在任何时间，只要不是酒后、色后、生气的时候，心情很烦闷的时候去化都可以。你只要有心要帮助人，什么时间去化都可以。但是要在对的地点哈，对的地点。你想化拢底外办公桌，在那边化，这叫对的地点。这个地点，我都是在固定我在办公桌，办公桌那边画。那我左边就是我的神明，但是最好的时间就是子时亥时，子时亥时。那酒后事后这边就比较不适合。还有舒服之前，就是最好是净身哦，以前都是净身哦，要不然至少做个擦拭，手洗干净。然后解下水龙出个口，再来画。是没有静坐十分钟啊，我是没有这样子，就是让心情沉淀，然后就开始去做舒服的动作。好，那墨水一般我们用朱砂，朱砂，黑墨或白色的其实都有人在用啊。那但是你记得就是要加入米酒。那没有朱砂的话，我那边有了哈，你们市面上可能买不到，我那边是买得到。我们出片可能三四代交情的，